大家晚安，我是珍珍。晚安，我是 Lucy。今天我们要介绍大家一道，就是腐乳高丽菜。它算高丽菜现在当季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好吃的。长辈说丢席，我们要吃丢席的蔬菜，既新鲜又好吃，然后又便宜的蔬菜。对，你喜欢吃软的高丽菜还是脆的高丽菜？这跟我们煮它的时间长短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说其实每个地方种起来的也不一样？好像品种有关。像台湾的高山高丽菜就非常的清脆。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吃过一次韩国高丽菜就。不是我喜欢的口感，台湾人最好吃了，最清甜了。对，就是会脆，可是韩国好像不会。真的耶，你只要加一点点盐下去，我觉得炒起来就非常好吃。我好像也喜欢脆一 点。你也喜欢脆一点，那所以就煮火锅的时候，你不会一开始就先把它放下去滚，你会就是现在先最后。你讲到这个火锅的时候，我喜欢吃软一点的，但炒的时候我喜欢脆一点的。那看样子就是台湾人就是在高丽菜上。接受度很高，对，接受度很高，因为台湾的高丽菜真的非常好吃。对，那我们一起来吃这一道吧，叫做腐乳高丽菜，蛮特别的一个调味哦。那待会记得把影片给看完。拜拜。